主料白菜 0.5 颗，辅料大葱一根，香菜一根，辣椒盐一勺，生抽一勺，醋二勺，白糖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大白菜一颗，去除烂包，洗净，取半颗，切细丝，尽量选择白菜尖，加入生抽、醋、盐、鸡精、白糖，先别搅拌，加入葱丝，平底锅烧热油，放入辣椒丝，煸炒出红油，倒入白菜盆中，趁热搅拌均匀即可。搅拌之前放入香菜段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白菜尽量选择尖。白菜帮凉拌不是很好吃。二、放入辣椒油之前也不要搅拌，白菜遇到盐很快就腌出水，所以临上桌之前拌匀即可。三、倒入现成的辣椒油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